铁布田，了解吗？哦、是我们这一代创办出来。好，传你讲，好来。所以叫做布田啊。对啊，这是我们第二代老板。布田，布田啊，好聪明啊！我看你爸爸够，你儿子都自己带，眼睛好。啊，你们来看这个好，来，现在后面就是他们工厂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了、哦、这个东西哈、哦，如果你要送，可以整合。嗯，啊，你要吃这个，来，这撸夹嘛撸刷出，因为它很特别，花生可以做很多种哦，所以它有芝麻的，有头刀的，有牛砂糖的哦，还有各种哦。你要饼干，花那个我们所讲的贡糖，好，所以大家看一下，看你要买什么。哦，啊，很特别哦，那个有网购哦，啊，所以他爸爸跟我去露营，跟他姐姐会讲他们多辛苦哦。以前呢，他们创办呢，以前都是去跟人学，家己撸走，用空灵车骑到山林坡，跑到新镇卖，啊，规路卖回来卖了啊。哦，啊，你话讲天气伤烧伤寒。诶，共同阁做歹做，哦，啊，古早拢是用这三轮车，看你要食几块几块，后来就是创造品牌，啊，品牌过程中，那么兄妹也很认真，哦，啊，去打造，所以你看这曼嘎在地的，哦，花生，啊，在这边立成家的啦，啊，成家过程中也买房子，哦，还、啊、有店面，啊，甚至他们自己也开花生加冰淇淋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个花生冰淇淋，了解吗？好，赶紧的，会不会想要赶紧？我们要到下一站去了。哦今天刚好礼拜天有开，而且我们社区有办活动，他们都共享盛举。嗯，哦，阿丽亚给里面会那个礼品送人家哦，买这个哦，比花比那个肉松比肉干都还好。